看前！好的，糟糕，轻敌了，只能期待他露出破绽再反击。怎么样，我请的师傅厉害吧？这位宋涛师傅虽然年龄不大，但已经在东南亚那边成名十年，人称巴比罗汉。罗汉这个词在东南亚不是能随便叫吧？不错，被称为罗汉已是最高荣耀。输了，看到破绽了，罗汉刺拳。这一拳如果打的是左胸，郭威恐怕已经当场毙命了。我认输。怎么样，豪哥？愿赌服输，从此林福镇那片的场子就归我了。好，可恶，这下我每年至少损失数千万的纯利润。陈大师呢？怎么还没到？您别担心，陈大师既然答应了，一定会来的。哼，你们等着，等陈大师来了，我要全都报复回来。四叔，郭威也是内境小城的高手，竟然挡不住一个练泰拳的。这人的力量早就超越了人体极限，应该是修炼了古泰拳的秘法。哼，咱们江北没人了吗？让个泰国人在此横行霸道，真是丢江北人的脸啊。哼，不是说你从海外请了个高手吗？人呢，不会见到我宋涛师傅的威风吓得屁滚尿流跑了吧？哼，等虎爷来了，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请虎爷。虎爷哪呢？快看那，有点意思。徐爷，这次麻烦大了。怎么了，顾老？快看那！天哪，那是人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恭迎虎爷！你就是我的对手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高手对决，荣幸之极，请。你尽管来吧，我让你一只手。可恶，你竟然如此辱我。哦，古泰拳的舍身秘术，这才像样吧。宋涛只是拼命了，古泰拳的舍身秘术一生也就能用三四次，每次用过后都会元气大伤。这力道换作我怕是连三拳都挡不住。虎爷不打算躲吗？上面太弱了，若是你再练上二十年还能和我过上几招。还有谁要来领教？别看我，没有人了吗？哎，顾老，你有把握吗？徐爷，多谢你这些年收留老头子，今天就让我再为徐爷战上一场吧。哎，请赐教。内劲大成，有点实力，看你这行走姿态有点顾家功法的影子。顾世通是你什么人？你认得我顾家家主？17年前我曾随老师来过华夏，当时顾世通是第7个败在我师手下的人。什么？你师父是谁？洪门雷千诀。洪门？海外那个传承了上百年的组织？雷千诀很出名。雷千诀是海外洪门的大宗师，据说他在北极冰原上悟道，自创千机引秘法，有鬼神莫测之能。当时他踏入华夏连败16位高手，盛世之龙俨然有海外第一宗师之威。这么强，那后来呢？最后幸亏野南天宗师出手击败了他，逼得雷千诀立下今生不踏入华夏一步的誓言。燕京军区那位？不错，叶宗师也就是从那一战之后才真正名震天下。还要继续打吗？我们认输。虎爷威武啊！
林虎。啊，是他，林豹的哥哥。我弟弟林豹死在楚州，他若技不如人，死就死了，但他终究是我亲弟弟，是我师父雷千珏的记名弟子。陈大师，我知道你来了，你杀我兄弟，坏我洪门名声，此仇怎能不报？这陈大师是谁啊？不会是前段时间楚州盛传的那个陈大师吧？只怕那个陈大师早就听到风声跑了。难道陈大师真的走了吗？我在期待什么？真会有个法术通天的陈大师站出来击败灵虎，挽回江北的败局？你在叫我？什么？他就是陈大师？开什么玩笑？快离他远点儿！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